150斤草鱼跟大头鱼哦，一定少收我一点。哎，没错。好，可以。那你不会搞个80斤吧？80斤我不要，你等我就送给你。钱都不要？哎，不要。好运气，好，可以。哎，小飞，你拿的那个跟那个行吗？我家里有一个。你家也有一个？你刚刚做这里怎么不说呢？我老婆说，她说那条鱼也要把它干掉。哦，家里老婆做主要干掉。那个鱼塘什么情况啊？很大哦，那个鱼大多、多大？好大，一般六斤以上。一般都有六斤以上。大的。那可以，你大概多少鱼？大概有200-300斤左右。300斤啊？哎呦，我们这边很少。很多，你一直可能有100多斤。100多斤的鱼。带我去看一下。好。啊，还有雄鱼、大头鱼的。还有大头鱼。哎，有。这样子很多。哦。哎，这样子吧，那我们去看一下。啊。远不？不远，就前面大概200米都没有。哦，那可以。这突然怎么想卖掉了？哎，我就是把那么多柴床把它砍掉了，砍掉我放在那个小甲鱼。你说什么？把鱼塘旁边的树那些小树木砍掉了，放了小甲鱼进去，放了多少？放了2000多。哎呦，2000只啊！小的嘞。这么小一个。我想把这个鱼把它全部卖掉了。我知道你为什么想卖，你怕那个鱼去抢那个饲料吃是吧？对。到时候你那甲鱼越养越小。对。哟，咱这个大哥下地笼啊，有货吧？哎呦，一点。这个货硬哦，好东西，土鸡啊，可以，这鲫鱼可以，有一大碗，厉害，是吧？然后小吴看到了，这个有甲鱼的鱼塘不一样的，你这花了很大的气力哦。哎，这个买了1000多块钱那个铁皮，当甲鱼放了2000-3000块钱，那你不如多放点了，外面这个都搞了1000多。啊，那个树就是倒几天把它砍掉了。你刚把树砍掉了是吧？对。这个的作用大家都知道了，防止甲鱼脱逃。往下面埋了多深啊？挖了有20多公分。哦呦，那好辛苦哦。就这个鱼塘了。大概多少鱼啊？大概有300多斤左右。300来斤，那这个怎么卖了？大概一个3000块钱左右一个。3000块钱啊？对。干这个鱼塘就不能说所有的东西都给我了，2000个甲鱼在里面了。你给我你就亏大了哈。还有那个鲤鱼都可能有100多斤。鲤鱼不值钱呐、啊。还有大头鱼，大头鱼还有。重点你知道吧？正常情况下300斤鱼我是不会去还价的，但是你这个鲤鱼100多斤。你说鲤鱼是不连在300斤里面还是？不连在里面了。不连在里面。但是草鱼都有这么多。草鱼跟大头鱼有300斤左右。这鱼塘面积是还大，差不多。哎，这个有1秒半左右。我怕就怕里面的鱼哦，2-3斤的多。没有，2-3斤的没有，起码都有4-5斤以上。绝对4-5斤以上。大的1-6斤的也有。你说多少钱了？不要说3000块左右了，我也不知道往左还是往右。3000块钱左右。就是3000块钱。那就这样，咱不管别的，就按我说的，你给我担保250斤以上，没问题的，可以，一定有，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就到时候少算点钱了，可以，可以的，可以，好，说好了，你告诉我那个牌子馆在哪里，在这里，凸起这个，哎呦，这个做得好哎，前面很多嘞，这个好几天放的了，放那些小甲鱼，一收到惊吓就跑掉了，牌子馆就在这哈，兄弟们，3000块钱。包下旁边这个放了2000只甲鱼苗的甲鱼塘哦，塘主大哥说了，没有250斤草鱼跟大头鱼哦，也不要说不给钱，一定少收我一点，没错，好，可以少收200块钱，少几百块钱是吧？那你不会搞个80斤吧？80斤我不要你点，我就送给你。80斤怎么样？你说不里面的鱼半草鱼80斤的，我就不要你的钱，钱都不要？不要，好运气，好，可以，80斤的。绝对不止啊！200多斤肯定是有，绝对有。有好，那大哥，我就先把刚刚那个鱼塘搞掉先，可以，明天来，后天也可以。明天来，我搞完那个，我就马上放水，我看情况，放到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搞。好，走。兄弟们，昨天3000块钱包下的鱼塘，抽了4-5个小时水哦。鱼终于出来了，我4点钟在这里出，4点钟就开始帮我们看哦。堂主特别勤快，你这个鱼大的很大，大的很大，最大的多少斤？大的有几条，可能有10多斤不？有应该有吧？10几斤？10多斤左右。你昨天跟我讲没有250斤鱼，不要我的钱是吧？有吧？有，肯定有啊。如果有的
你就要加点钱给我。我加哦，有还要加钱给你啊？不是，假如有280斤左右的，不要加一点的、啊。那个不用加吧？最多我就赶几百块钱，不可以。这样是吧？那也行，有多我就加给你。我刚看了，还有一条青鱼在里面，有、是吧？那条青鱼要不要留给你？如果没有那个数量的，我就不好意思要我的。给你，这样如果有数量的，你就给我。所以说，咱是堂主的意思，他可会有一些小要求，但是都是建立在里面有280斤、300斤鱼以上，再跟我提是吧？先不跟我提要求，等我抓了鱼，好看一下。可以，可以。好，那你们走一快看一下先走一圈啊。好，我听你的，把那鱼赶一下是吧？来，郭长子举手。好，走一圈看一下，走，不要拿盆。甩一下针，看一下有没有鱼。鱼好多，看一下，好多啊，好多啊，飞哥，好多啊，这鱼真不少，我感觉真的是有可能能到300斤。啊，堂主好实在。咱开抓吧。来，开始。有不有鱼啊？有鱼，有鱼，有鱼，没说话。来，这鱼太多了，密密麻麻。哦呦，你知道这是什么鱼呗？什么？鲤鱼。多大？好大，鲤鱼这么大，鲤鱼都这么大，这得几斤？4-5斤？有啊，应该有、啊。大头，6斤多。草鱼。草鱼。草鱼。温柔一点。温柔一点。两草鱼了。温柔一点。哦呦。你站在这里别动，我站在这边往里面甩。好，一条，过来一点，两条，七条，八条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鱼好多，堂主自己养的鱼想下来玩一下。玩一星星，多钱一星？你会抓鱼不？会抓鱼，我在台上帮人家。哎呦，这条不算啊，你自己养的鱼抓不起来就那个白鲢。哎呦。好大这条，你这不怎么会哦？会啊，会啊，会啊，会。没有想的那么简单啦、啊。这条大，这条大，这条大，这条大头大。哎妈呀，8斤以上，这条，这条带回去吃吧。哎，大头，哎，9条了，进去。10条，进去，进去，随便你想抓啥抓啥，进去。8条。反了，我放下吧。啊，这么快？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，快点啊！好，再拿个盆。一条，又三条。哎呦！3条。哎呦！我突然感觉一下变厉害了。4条。5条。6条。8条。滚！5条了，你看，大头鱼啊！这仓鼠是有点厉害啊，抓鱼啊！我帮人家一天卖了，好像18000多斤来了。一天卖18000斤鱼啊？在琵琶湖里。哎，换盆都搞不赢啊！好多鱼啊！这边还有好多。这江头上有100多斤，有100。红鲤鱼我全部还给你，给你就继续放在鱼塘里面，好吧？好。然后那个大青鱼我还给你，可以吗？那边，哎呦，好漂亮！哇，飞哥，哎，钓红鲤鱼好大。哎，大等一下。哎呦，哎呀！大头。大鱼。哎呦，这条大。这条红鲤鱼大，这漂亮啊！哎，真没骗人哦，这鲤鱼都100多斤，啊、真的100多斤，2-3斤一条的鲤鱼好多。来，过来，进去。哎呦，呸！够高了。上鱼，上鱼，上鱼，驮！来，来了，来，下鱼！你当我这是一条乌龟啊？
这个不是你的啊，这个不是我的，甲鱼。哎，但这个不能抓啊，跟堂主说好的啊。这个不能抓啊。很猛啊，咱这个就是随便用手一掏，他给你看一下，来，又来一个。我放了2000多。2000多个是吧？哎、来，很多货啊。啊。小苗子，你看钻得特别快。哎呦，要不咱下回把甲鱼打大了。对，再把他甲鱼塘再包一遍。哎呀！抓了，还没跑到我这就没了。这条不是吗？啊？这条不是吗？那条什么？这条不是。这条不是啊？不是，就上面鱼塘、啊，给你这条。是真的吗？啊，真的吗？真的。哦，上面那个鱼塘也是他的，给你这个。好、哦，咱这大哥这么辛苦，好、哦，丢的真快。哎哎这个稍微大一点，来，穿裤裆。这个稍微大一点点，不会死掉。哎，好能跑，穿了，不见了啊！他在泥里面去了。对。红鲤鱼你也丢里面去吧。哎，丢吧。丢，你帮我丢。我帮你丢是吧？哈。我就上去顺便瞄一下他那个鱼塘，走，看下上面这个鱼塘，一个小鱼塘，小小一个，嘿，到时候这个鱼塘还能干一下。啊，这个鱼塘咱应该是赚了，而且赚的应该不少。大家，我们大概称一下吧，看一下到底多少，心里有个底哈。超过280斤、300斤，咱补点钱给这大哥吧，好实在哈。是。这一摸到处都是甲鱼，哎呦，哎呦，丢出去了！我不是故意的哈、啊。甲鱼不是我们的。哎，本来好像这种鲤鱼啊，咱都已经不会去抓了，但是啊，因为大家看到这里面全部喂的小甲鱼，不把鲤鱼抓掉，它会抢那个饲料吃，对塘主来讲哈、啊，就会亏好多钱，饲料被鱼吃掉了，甲鱼没长个。咱看这条，这条就给它带走吧。剩下的鲤鱼让堂主自己抓了，他应该是要放到上面去，我们就鲤鱼就不给他带走了，是吧？我们上称一下这大鱼到底有多重，好，看一下有没有。啊，你这里还行。你感觉有多重啊？我大概270-280斤左右。270-280斤是吧？对，应该有。好，鲤鱼你自己去放哈。嗯。哎，我们现在上去，虽然说是3000块包下了一场，但是今天哈，咱也得称一下，看它到底有多少，有没有超过280斤。鱼的话都在这里了，你估计有多少斤啊？这里啊，200斤左右应该有。这一桶就200斤啊？毛的，大概这里有200多斤。啊、有200多斤。107、101。拥挤拉黑。这我看了一下，那这个鱼是绝对超过250斤的。哎，是吧？哎，那怎么办呢？补多少给你？补300块钱给我。补300块给你啊？哎，可以，省得你在鲍鱼塘包亏了不开心，绝对不让你吃亏。我开心，我开心。你开心是吧？开心哦。我这里面放了那个甲鱼，他就把这放了4天，就他们全部都在吃那个饲料，主要是怕他们把饲料抢走了，是吧？没有说的那么大啊、哦。我去年我儿子他钓13斤7两呢，13斤7两啊？哎，那最大的那条被你儿子钓走了。我去年过那个春节的时候，盖了10几条给人家，给人家，这样是吧？哎，哇！啊、这个大条鱼好看了、哎、啊！106，啊100斤，刚100斤了，一个100，一个101，还有几十斤？还有30斤左右，30斤的可能不是，对，差不多。那里还有10几条，可以了，那剩下的鱼就不用称了了。对吧？大概心里有个数，绝对是超过250斤的。再补300块给你，然后那条青鱼送给你。可以。这个活计你就不干了，你休息一下，我们自己来干。我喜欢玩的音乐。咱农村人就是这么实在啊，就喜欢干活啊。尤其对他们来讲，养了几年的鱼突然卖掉，还是有一些感情的，喜欢自己动一下手，抓一下。啊，小飞弟，今天中午到我家里吃饭了。在家里吃饭，有菜不？有菜，有鱼啊。有鱼啊？有大条鱼啊。有大条鱼。哎，还有别的菜不？有啊，我叫大卫大概。那村里那里买呀、啊，买点了，能买得了不？要吃肉，猪肉也有。开玩笑，我不麻烦你啊、哦。
我不麻烦你，我把鱼拉回去就干活去了，好吧？下次有机会来，我看你上面还有那个小小的鱼塘，到时候你里面有鱼也卖给我，好吧？好，感谢您，真的吗？那我回去了，好啊，小妹弟。